饮酒开车弄死人的事件一直在发生，也引起社会大众的愤慨。法务部打算要来修法，要把饮酒开车弄死人当作是超故意杀人来判刑。要不过立委进前提出的十一个修法的提案，拢无进行初审，即卖总算是顺这个民意，立委立法院本会期优先的法案。要不过这个修法的进度，即卖到底进行到倒位呢？也是要靠全民密切来监督。短短两年外时间，已经被抓十摆饮酒驾驶，罚款百几万，还佫被吊销驾照，验过同款唔惊。向警方表示，他平常已经养成喝酒的习惯，没有喝很难受。没有想到我的儿子好好的变成这样，我的心有多痛。到底是饮酒驾驶的人较艰苦，还是无辜被弄到人甲伊家属较艰苦？你看，昨天才晓得。这查甫人是第四摆饮酒驾驶被抓到，佫讲警察无同情心。同情心不是用在这里啊，同情心，我同情其他的用路人啊。你如果撞到他们怎么办？我的宝贝儿子，我这一个儿子，你为什么要出来害人啊？很明显，饮酒要搁塞车、骑车上路，扮演死神的角色，这款酒驾犯无同理心。不过，这款的酒驾犯入驾人数却是十年前的两倍半。依照法务部的统计，二零一七年加入新入驾人数，饮酒塞车、骑车的人有9026个人，加2007年3491人比较起来，人数是十年前的两倍半。啊！那2017年，因为酒驾被判有罪的人有58332人，其中56724人被判6个月以下徒刑，达到97.2%。除非有特殊情形，大部分会准予缓罚金，那呢要安怎会断金？2016年，饮酒赛车被判有罪累犯达到14189人，占酒驾犯的24.3%。2017年累犯是15884人，比率是27.2%。2018年有17606个累犯，比例更加高达31.3%，一年比一年搁较悬。其实，立委进前针对饮酒赛车、骑车还是假毒赛车，本来要修法同法的版本都有11案。验过几当官拢无信，不知道那些立法委员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敢是立委失职，立法院进前无用年金改革甲同婚专法等等真侪法案，即马顺从民意，对着酒驾修法只能快马加鞭。悲剧不断的发生，让人非常痛心。酒驾致人于死，等同故意杀人。行政院长苏贞昌上任后，更加将酒驾修法列为优先法案。除了法务部研究向故意杀人方向修法，到酒精所甲没收车辆嘛，拢在讨论。你开什么车酒驾，我就没收你什么车，管你什么劳斯莱斯还是小货车。毛立伟建议讲，只要酒驾就先关，再佫讲，学中国限制行动自由。中国大陆的话是酒驾先关15天。行侯一没有行动的自由，堵了。15天太久了，因为很多人。那你觉得要多久？我觉得3天是适合了。您可以提出修正动议，把它放进去里面哈。是。现行刑法规定，酒驾肇事致人已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伤者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嘛研究加重刑责，予人好奇是到底进度到倒位啊？现在法务部送到行政院审查。所以还要可能还要由政务委员啊召集相关的部会讨论以后再送到行政院会啊，所以路途漫漫长长哈。好，应该不会了，应该很快，大家都有共识要把它列为优先法案。法务部认为立委支持赶紧完成立法的程序，那呢这个会期都有机会修法。毕竟这嘛袂使干那出一支嘴，讲讲的尔，无伫做，就惊讲类似悲剧发生伫你我身上。所以说一定要赶紧修法，让人不敢饮酒塞车还是骑车。